绍的呢也是一样，是来自呢我们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正妹的哦。我们一般可以看到在民间的一个节庆团体当中呢，代表的是我们的节庆热闹哦。你看你一旁疼啊，所以就怀疑我怎样？嘿，师弟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您先不要挥挥手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就躲就躲，先不要啊，先不要，我们先放在那边就好了。OK OK， 好，我们一般在庙会节庆的时候呢，一定会看到呢，代表着一个节庆热闹的气氛，就是有这个醒狮团的一个演出。但是，一般所看到醒狮团，大部分都是男孩子所组成的这个醒狮团，因为要孔武有力哦，要把这个呢狮子呢活灵活现的呢把它呈现出来。那在今天呢，我们舞台上呢，这一群的这些啦辣妹哦，这些正妹他们所带来的醒狮团是完全都是女子的正妹辣妹的，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哦，深藏不露的，要带来了我们的正妹醒狮团的演出音乐。
我们这边的这些呢 Sugar， 谢谢他们真的非常的用心啊，在这次的这个第七届的文化季当中，我们看到呢非常不一样，颠覆我们的一个印象。我们知道说印象当中好像真妹只会这个热舞而已，哎，你那一张海报。